大地战斗解构。来公来，来公来呀！七百来呀！哇，包下来七百来，来不赢啊！你们讲闲啊，来，行开好嘞，不行包好个家，我等下来。三分钱，三百了，你给我留。两百，两百，够了。够了，你够了，大尾了，你大尾，你够了。多少钱？一百六来，一百六真系，一百六边个上来？一百六，一百六就俾多几块光水来，跟住老人，老人一百六，一百六，一百六先。两百，两百，真系唔够了。你带两把来了，包邮了，你带两把，带两把来。刚刚有个阿公很可爱，他说看到直播马上来买，然后他说他站了十分钟，口袋里面就空了。不用炸两张过来，啊，十分钟都无去啊。我们提高，我们提高，你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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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弄东西去啊，东西去啥呀？哎呀，这几块钱呀？这小这几块呀？哎，这贵地吧？哎，这贵地吧？我买呀，我买，我买呀！哎，这贵地吧？你看嘞？你把佢地，一隻先，我一隻來，我嚟。一隻咩？我咩計？我八十八三，我邊嚟？嗰隻係邊度買我了？你把佢地交錢俾人，把佢地交錢俾人，真係十八了我了，成嘅真係兩百了，多真係，多真係多嚟，多嚟多嚟。哎呀，要把佢地兩百就買埋，包包，一百一百，哎，多啊，嚟啦，多嚟啦，多嚟。近夏天，那个生意会不好，因为天气太热，大家都不讲。然后入秋之后，大家又开始折返大买特买。真係，三條四條買兩百，真係，有個五毛錢啊！五百都買啦！你寫黑市哦？五百有，有好嘢啊！五百，五百，五百，乜嘢？即哦，即唔得你啊！即係，即係二萬五啊！即講啲阿表姐啦哦，即把你幾多啊？把你幾多啊？即把你幾多啊？电子叠一片子的，你那个过敏以后介意啊？过敏以后介意啊？人家在那个水啊，台湾是水啊。哎呀，这我这无来弄无，应该是无啦，无记啦。这物件正起来哦，这物件，这真正了要吃哦，真正要吃用水也好，用水也好，用钱也好，真管啦。直接开哦，直接钱拢要交个三百块，系无？我每一点三百，每一点两百，你提拢来吃，我开四百三五六，一人去两百了，大家好吃，人多了。
百万，再好赚百亿过来，红地不掉。来来，走，过来。是啊，你不能搞个平，你搞不起，只能叫搞不起钱，百万两百，百好了，百好了，真钱。你我不了解，不管了解，这是我们自古老师村，老师长辈话呢。哎，我未包好听，包好水，我未有未啊，所以我未有未，我先生不管了。你我一声系我系，都惊人，都惊人，都卖唔卖唔卖了。哎呀，唔包好，唔卖，好了嘢。贵鱼啊，贵鱼，我先生，先生，贵鱼睇到好唔贵嚟？贵鱼睇到好唔贵嚟？好嚟，好嚟。因为贵鱼我睇到好唔贵好。到時間你幫我來，一隻仔三百嚟，三百千九嚟，第一隻仔幾百嚟，到時間唔到你，你咪開唔包啫，唔包啫，做咩落去中國嚟開？聽下我做咩落去中國開會啊？唔包啫，唔包了，拜拜啊！唔包了啦，係，到時間。你不要想买，还没有买，买了呢。不要想买。等你啊，等你啊。啊？你那箱子两包。两包，小姐。哎，多大弄坏？多大弄坏？包多两个，百块两。包多两个，一超过两斤重啊。超过两斤啊。一包五斤啊。一包五斤，不是两个客人，一到要到两斤超过。那个圣子节鱼好事多有卖啊。一片129吧，如果没记错的话。这一斤现在都五百上贵了，这两斤上贵啊！我今卖，我今我今讲来，来贵一点，贵我卖，贵全价来，贵全价来，兄弟，贵价，贵应该下来，贵价，贵这这很吃力啊！再去底下很吃力，再贵一斤来，一斤来讲过来，一斤到两。不一样啊，天气太热，我也不想进去厨房。当然了，厨房有冷气的，另外讲。建芬早，你昨天买那么一点点，你觉得油钱划算吗？全部省下来，多包好来，我来。对了，买一买，心情是不是好很多？五百六，这一件五百六，五百六了，今年的，好啊，这头五百二啊，我这五百二好啊。
我就帮我爸，不讲嘞，他爸就他爸就不会，我爸就不会，他爸就不会。那他给这个位置，你不讲嘞？哎，哦，就是这个，来了，爸，你干嘛来？这个包挺贵的呀，挺贵的呀。对啊，做咩快清空了？都摕落去切片。我无想要搬回，你会知，这人结婚了后又拢歹。你说刚刚最后500块拿走一堆鲈鱼的那一位吗？就是好像拿走9尾哦，不是8尾哦，因为他前面有买黄鱼还是什么嘛。我现在在鱼头了，鱼头了，鱼头了，鱼竿鱼头了。不会，我跟你讲什么叫恶心。就是耶，你就不过了。你看你吵架耶。那梦做生意耶。这个才叫恶心。这人卖伤正经，这人伤正经的话，吼，生活都歹过，小小的过日子，时间过了较紧。Thank you.
对啊，所以我讲你足久无来啊，你十几年无来，就是足久无来啊。你这足久无来，你意思是需要人帮你捧一下吗？你是用汤匙哦？好吧。这时阵我都会使讲啊，我会使配合你啊。吃饭的票，他又开一箱的。说我妈妈少，我去下梅小姐，那我们就要自己下。先帮我按破400个赞了，还有19个，好，加油加油！伤十公斤，所以腰不好，已经磨了，我一块搬又酸了。对啊，居美美很现实的，没有帅儿子就不会出现。Yeah.
叫你阿公带你去金华去吧。好，起来，赶紧跑起来，好，开始治好了。所以那个有分几位手续费我吧，我把你挂过去。